温碧霞应音乐监制伍仲衡邀请做直播，大展歌喉。由于7月30号是 Irene 54岁生日，一日 Harry 送上印有 Irene 靓相的蛋糕，为 Irene 预祝生日，令佢好惊喜。Irene 前一日已经提早同老公仲有仔仔庆生，仲透露收到生日礼物。老公送了一架好靓嘅开篷车俾我咯，系，咁就系、是、系开篷车，咁就系啲 cheap 即系型格嗰啲开篷车咁样。因为我自己好中意揸车嘅，咁所以就好开心咯，收到呢份礼物。咁而有个小情人咧 ，Xavier 佢就送咗啲花啦，同埋自己画咗幅画啦咁样。讲到今年的生日愿望， Irene 就说年年都一样。我就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最重要，还有家人啦，还有世界，所有世界都不要那么多真是天灾人祸，这件事最重要，所有人都开心快乐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祝福你快啲唱翻歌，喺呢个乐坛唱多啲好歌俾大家听。呢次系 Irene 第一次直播唱歌 ，Harry 都好荣幸可以请到 Irene。哇，今天好开心啊，因为咧。我完全是很 surprise Irene 肯上嚟我呢個 live 玩。其實我知道他以前是歌手嚟嘅，佢亦都拍很多好看的戲，所以今天跟他玩我很緊張。係嘛？好緊張，仲要跟你合唱㗎，我而家好緊張。AM 730，15歲，生日快樂！